107年节电奖励活动已经有超过250万的用电户报名登录了。6月30前登录，今年一整年的节电量都可以获得奖励。您还在等什么呢？一起来登录节电拿奖励！只要当期电费单的用电度数较去年同期有减少，每省一度可获得0.6元的奖励金。有省电每期最少会有84元的奖励折扣，一年至少可省下504元。备妥电号或地址及联络人基本资料，就可以到活动网站快速报名。不习惯使用网络的民众，可拨打1911客服专线或到各地服务据点办理。报名后别忘了要有省电才有奖励哦。住宅及中小学用电户都可以参加，快来一起节能省荷包。